我说大感冒，很重的感冒。哇哇哇！啊，一滴一滴咳嗽，啊，以前都要出了专辑哦，出了专辑要打歌嘛，爱宣传。结果呢，这喉咙摆好啊，可是呢，我就是一直咳嗽，嗽都嗽不好，一直嗽，嗽几个月嗽不好。我梦到一间宫庙哈。啊，就叫我入去，讲来，你行入来，我就行入去。结果我就看到陈立干、沈宏利先生，两个足威严的，安尼足大声甲话讲，嘴开开，嘴开开，叫嘴开开，哎，嘴开开，人流嘞。然后我就嘴开开，结果为妈祖的先生，遐就转一缸水。哎呦，为我哪有一直灌，一直灌，啊讲。啊新春就跟他讲哦，前一阵孙红丽新春就跟他讲吞落吞落吞落，安尼，啊我就一直吞一直吞，结果到隔天吼，一起床了后，我就感觉好了，嘿，阿爽感觉讲那家伙那感觉袂少啊呢，结果迄天去录影，我唱十二首歌，再加上彩排，拢总唱二十四首，完全无 NG。你家己一直吹，嘿，一直吹的时候，我开始想讲奇怪，啊我那忽然间。开胃这个海山来，嗯，嘿，啊，开胃这时呢，我就到了白沙屯，啊，到了白沙屯的时呢，我嘛唔知影讲，是妈祖给你开导航啊，有时候他会给他那个灵感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然后我也没有照着导航走，我就想要安那行都安那行，我迄天的行程干啦，想讲随缘，啊，结果就来到白沙屯嘛这样，是，然后我就入边就开始拜拜，我就讲，诶，这所在足熟悉的。嘿，然后我就开始看伊个表面顶所有即个事迹，哦，神迹哦，咱来别说做嘛个神迹，我就感觉哇，足感动诶，安尼，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别说做嘛啦，要进香的时阵，我希望我会当对着别说做嘛来进香，我就开始行。哦。求头家拢无病，夜三祈香，祈求财运予大家花。夜三祈香，祈求世事平安过，煞拢无求伊家己。伊讲全家若平安。看到妈祖吼，最近我当年拢会对妈祖行哦，你在家吗？我拢伫对白沙屯妈哦，当这行几啊年啊，应该是讲这个姻缘哦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发生的，是，因为迄当时多好，我为台中去哩台北拍片啊，拍片的当时呢，咱这里。讲起来，咱也无靠山，无什么什么识山的人，咱就孤身一个去到台北拍片的时阵，哎，你台北的天气多变化，咱无法度适应。我说大感冒，很重的感冒，哇哇哇！哎，一直咳嗽，哎，以前都要出了专辑哦，出了专辑要打歌嘛，爱宣传。结果呢，这喉咙摆好啊，可是呢，我就是一直咳嗽。扫都扫不好，安尼一直扫扫几个月扫不好。没那笑。啊，明仔就要录影，啊，要安那？结果迄暗去我梦到妈祖。哎呦！啊，系
我就梦到妈祖，我梦到一间宫庙哈，啊，就叫我入去，讲来你行入来，我就行入去。结果我就看到陈立干、顺风耳先生，两个足威严的，安尼足大声甲话讲，嘴开开，嘴开开，叫嘴开开，哎，嘴开开，人妖嘞。然后我就嘴开开，结果为妈祖的先生遐怎转一缸水？哎呦！为我那哦，一直灌，一直灌。他讲啊，先生就甲我讲哦，前年间顺风耳先生就甲我讲，吞落，吞落，吞落，安尼。啊，我就一直吞，一直吞。结果到隔天哦，一起床了后，我就感觉哎，好了。嘿，阿叔感觉讲哎，那家伙那感觉袂少啊呢。哇！结果迄缸去录影。我唱十二首歌， wow. 再加上彩排，拢总唱二十四首， oh. 完全无 NG。哦，神奇哎，完全无 NG。然后这件代志已经经过二十年啊，我一直心心念念，一直想讲，我一定要找到迄间妈祖经，哦，妈祖庙。到底是的。嘿，后来我跟你开车哦，就有了一天的时间哦，叫做宫庙之旅。我就开车一直走，你家己一直吹，嘿，一直吹的时候，我开始讲奇怪，啊，我哪会忽然间开往这个海线来，嗯，嘿，啊，开往这的时候呢，我就到了白沙屯，啊，到了白沙屯的时候呢，我嘛唔知影讲，小段是妈祖给你开导航啊，哎，有时候他会给他那个灵感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然后我也没有照着导航走，我就想要安那行都安那行，我迄天的行程干呐想讲随缘。啊！结果就来到白沙屯嘛，这样。然后我到这边就开始拜拜，我就讲，诶，这所在足熟悉的。嘿，然后我就开始看伊的表面顶所有的这些事迹，哦，神迹哦，咱来白沙屯嘛的神迹，我就感觉哇，足感动的安尼。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白沙屯嘛呐，要进香的时阵，我希望我会当对着白沙屯嘛来进香，我就开始行。哦，所以安尼都。安尼行连续都足侪年，我感觉讲这志工真正是非常的不得了。是啊，卖用讲是结了真侪善缘。嗯哼，那在咱人生当中有真侪画面，永远拢会感动咱的心灵。我相信这画面呢，是咱人生当中的一捆底片。这捆底片要翕了偌水，要是乌白还是彩色的，伊拢是咱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张底片。所以呢，我曾经也写了这首歌，叫做《底片》，送给大家。歌名叫做《底片》，好来，人生大家弄一个底片来拍拍我。哎，谢谢你们。做一生的命运，步步上抱一本记录你度人生，彩色乌白，水白拢无分，地哭地笑，伊拢无存。一撮你听，讲地无地讲无。一路风景，有时风天，有时也做云，坎坷拢是别人经春，好歹拢人生的一部分，生命的底片，精彩翕一群。坎坷拢是别人经春，好歹拢人生的一部分，生命的底片，精彩一群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